你吃可豆吗？嗯。小米酒，你吃啥啦？啊？你刚吃什么啦？是那个冰激凌，还有个那千级的那个小多的，那个香大卷。爸爸他说他吃那不那冰激凌，他都不吃饭。我也学爸爸，我吃那冰激凌和那个我都不吃饭了。那好，那你别吃啊。我们一家三口刚从外面回来，我跟小米酒去买菜的，正好碰到爸爸下班一块回来的。准备包饺子咯，你不吃啊？啊？我自己包的，给你们两个人吃。韭菜鸡蛋豆腐馅儿，在锅里把馅儿调一下。爸爸，我耶，花椒粉，来点香油。馅儿好了，开始包了。每次都少不了我们小米酒，看看。不打水好不好？可以啊，这都要大显身手了，你看看。哎，看这小手，直接把我的碗抢走了。妈妈，我蛋挤下水我都给你呢。你就包两个好不好？好，另外一个已经有一点了。嗯，对，对折就行了，对折就行了，捏起来就可以了，还要捏出个花来呢。我捏个红团花。哎呀，我弄的是包子图案的哦。哦，包子，嗯，像个烧麦。你看，爸爸都肚子都饿了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早点包了，早点吃我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包的还是挺认真的呀。行了，两个完成。再把这个改正一下。哦，还要改正一下。看我包的两个圆角下的成功了。嗯，成功了，说话算数，两个就行了，说话不算数了哦。妈妈，那样我不够吃吗？我那样还是饿肚子吗？哼，你会说呢，你今天不是还不吃晚饭吗？我给你们包三个，这一个弄给你，这一个弄给爸，这一个弄给爸爸。哦，还分好了。行。你涂一个花岸边，脸怎么那么红啊？看，嗯，包好那三个。嗯，好，包的不错，三个人包的还是挺快的哦，一会儿都包完了。就是今天的这个饺子有点奇形怪状，这是小米酒包的，我包的，爸爸包的。我包的全都鲨鱼馅、韭菜馅，还有鲨鱼馅呢。哎、全都是包的鱼和豆腐，还。还有韭菜，还有凉拌的那个黄瓜。差不多了，可以烧水下了。这个我包的吗？嗯，你包的，好，放里面吧。放着放着，破了。看爸爸烦的哟，这个表情哦。破了，你还是怎么吃呀？我都光吃下不吃外面的。破那儿那个馅儿都弄到汤里面了，多会说现在找不着了。饺子好啦，饺子出锅啦，开吃啦。给小米酒装了四个，有一个是他自己包的，还有一个凉拌猪头肉。用筷子，哎呀，爸爸在吃肉，用筷子嘛。小宝宝的这家一口肉一口肉的哦，小宝宝的用手抓。又约好三个，你吃口肉嘛。嗯，你吃口饺子，好香的。你吃口肉，好香的。嗯。不行，酸汤水饺，就我们这个辣椒不太红。小宝宝都用，还用手吗？爸爸，小宝宝都用手抓，用筷子。你是大宝宝吗？来，我是小宝宝，豆豆哥吗？哦，这是你包的，吃吧。啊，我已经饱了，我吃一个我都饱了。你吃了一个自己包的就饱了，以后就要不给你吃零食了。肉还吃吗？用筷子，用筷子。小孩都用手。你是大孩吗？我是小孩。我假装小孩的。快把你那点饺子吃了吧，自己包的可香了。这个我的这个也可香了，我的肉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他嘴的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